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有那个不成器的伙伴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不然趁现在我来讲一下他的坏话好，小金毛。他不仅看起来白痴白痴，实际上呢，还真的白痴白痴。谁打我？没有，好奇怪啊。而且啊，团练的时候迟到又早退，还会讲一些尴尬的冷笑话，我真是受不了他。你在讲什么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都听到了？都听到了。糟糕，糟糕！等一下，如果我没有出现的话，帮我叫警察，知道吗？帮我报警。拜拜，拜拜。报什么警？要报失踪人口吧？那就让我们欢迎新庄民记带来的失踪人口。没关系，我是新庄民警，但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歌是求救讯号。好，然后这是我们吉他手花花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鼓手艾玉，然后我是主唱睡睡。就要哭。